没有。意义最大的，我想想也是。苏先生不说了，我已经是咱们苏先生的媳妇儿了。啊，那门外呢，其实是我初中、高中6年的时间都是在门外度过的。可以说，门外是我生命中最给了我最精彩的6年的时间。当然，认识表刘以后是另一段精彩，大家都知道。我之前和我们苏先的亲戚聊天的时候，就听说很多的朋友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南京。不是可能的，太垃圾了。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和老罗也是考虑了很久。那他就把这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交给我。那没想到呢，兜兜转转，我当年在南外上学时的校长，如今呢变成了南外新竹的校长。那几次的沟通下来，没想到校长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